我叫我是钓鱼，有尝一尝。爽，陶醉了，我没吃饭了，好好好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, 好，拜拜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进了，周末搞了一场球，我刚刚下场了，我们球队龙城友谊。踢完球过来喝一个精酿啤酒，饭店定位就是这里啊。哦，在这个小树林旁边的一个饭店，看冰柜里精酿啤酒，叫伯克巴赫，有听说过的朋友吗？还是高端精酿啤酒，这环境不错啊。看前面是个小树林儿。Hello， 你好，来自哪里？南非哦，南非，喂，那都是南非的，非的，它是国外的牌子还是说？国内的，中国的，就在国内生产。对，国内，咱们核心产区青岛。国内精酿啤酒中属于什么档次？高档次的，我们是贵族品质。贵族品质，好，我了解了啊。伯克巴赫，伯克就是高贵贵族的意思。对，巴赫在德语中就是小溪的意思。对。很醇厚。喝起来就是哈，里面的水皮好喝，口感很好喝。软筋和板筋啊，软筋和板筋，哇，哦哟，又上了，这个是牛蛙，对吧？对，健美教练号称。对，来，浩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鸡翅，鸡翅，秘制鸡翅，这应该是我尝一尝啊。又来了，羊肉串。这上的是啥呀？这个是鸡胗。会牛肉串，来又上了几个生蚝。刚才老板说他们家最近有烧烤开业酬宾活动，来看一下啊，周一到周日都有。周一是鸭锅生蚝，美味28不限量，牛羊肉大串1.5不限量。这是周二的，周三啤酒买一送一，周四什么燕京鲜啤免费畅饮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啊。大麦，因为咱们这个是精酿嘛，它全靠大麦和小麦发酵以后酿造而成的，所以说大麦和小麦的这个成分含量比较高，所以说它就赔到前面去。哎，这个罐装8到10块，真的就跟糖酒那些哈稍微好一点差不多价位了。对，而且它是精酿，它是水啤，对，不一样。好，大家可以看看配料表。看了，都是一样的哈。来干一个啊，来喝一个精酿啤酒。好，陈总是吧？好，认识你很开心啊。他也是明星啊。啊，明星。拍了很多电影。拍了很多电影，我就觉得很眼熟。啊，我也拍了。明白。Nice beer. 那比如说这一瓶一升是多少钱？这一瓶一升卖18块钱。18。好，那这个2升呢？这个是20。这个是20。它俩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是一个麦芽度是12度，啊，一个麦芽度是11度。好，麦芽度和酒精度不一样。然后这款产品我们的零售价是35块钱。35。对。哇，2升。相当于我们500毫升的4瓶。陈总，那现在你们是怎么个销售方法呢？我们现在主要做餐饮，主要做烧烤。特教派发家的。烧烤配精酿是绝配。啊，就做饭店。对，做饭店。好。绝配，我送电视。啊，真的？来看看哪个老板需要我送电视了？不要卖，然后我就送电视。哇，太棒了！好。在门口摆个电视。好嘞。对吧？我送了。他能卖多少卖多少，尽力而为，全力以赴就 OK。看这个伯克巴赫老板真的拼了啊！为了卖出自己的啤酒，这叫支持。你看，免费送清纪元饭店电视，然后搞欧洲杯，可不可以？这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行了，没问题。所以说全力以赴就 OK， 我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干一个，来，够不够意思？好，好，欧洲杯火起来啊！大卖，烧烤大卖，啤酒大卖啊！来，二哥又来了，哎呀！这是煮方便面和炒方便面，这是软筋和什么？软筋和板筋。好，软筋和板筋。陈总最喜欢吃软筋了。看到软筋就这么开心。哎，来吧，你家软筋和板筋确实不错啊，是不是点的最多了呀？刚刚的是吧？是必点餐。必点，好。太原这个城市怎么样？哦，我就管太原是的是。Very good. Yeah, because I have been in Taiwan for a long time. 啊，很长时间。I love Taiwan. You know, although I do my business in Yiwu, Guangzhou, other cities, but
I live here. I live here in Taiyuan. Because my wife, my children, or my wife and my kids, they are here. 啊，都在这儿。哎呀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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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。咱们到时候看一下你们能做的地方。OK， 好。